对啊，嘿，是要回什么？我要行人啊。嘿，行人偌济？是啥物借款的？对啊，我得进前买厝，家己借188万啊。嘿，迄个人电话无哈？因为你讲吼，你无伊的电话啦。你无伊的电话？对啊。啊，你咩啊行伊的？啊，我都伊都回去了，我咧亲戚。哈？啊，你亲戚啦？哦，你亲戚，但是我有电话呢。我就我话迄个其他人知影你。无啊，无你是讲隐私是？是你什么亲戚啊？你亲戚应该我讲，阮阿哥爱相啊。我迄迄道的名不是我，不是迄道啦，不是本人这样啦。你安尼，安尼你也不爱好，我来个台湾，阮迄道我来别位，啊是讲叫我提现金嘛，无我领现金就好啊。无啦，你无领现金，我你讲。对啦，你安尼我都困了。咱邮局真认真，把你的钱收起来，啊无你回去。就去用骗你啊！你这账号是恁亲戚的，对不？大家拢来斗三工。知道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你开始就莫骗我。哦，我要啥买厝的，啥物亲戚，你讲袂出来。我查这有诈骗的记录伫咧，所以你才去用骗你，是因做着啥物，甲你斗三工。啊，谢谢啦，哎、欸，谢谢你。对不？嘿啊，你讲啥物，伊就来刁难。謝謝